基本上是金片护国 versus 匹夫其罪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的状况了啊。是。那但是我想其实现状其实比目前这个两种极端的情况比起来，又更稍微复杂一点。两种情况其实都有它的道理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不同的这个研讨会上面，甚至在论坛上面，很多人都提出来讲，在政策上面也有人提出来说。那但是呢，我想实际上的情况会比这个稍微复杂一些。那怎么说呢？我们先讲像张忠谋先生讲的，这个一旦发生战争，将台积电会被摧毁。那当然这里面还有阴谋论，就是是不是美国主动来把它摧毁，所以这个台积电才不会被中国拿去用。那我们先不要想这么多了哈，但是我们先想九二一大地震的时候，因为台湾地震，所以造成台积电的工厂停产这件事情，如果大家二十年前已经成年的话，应该就有印象，有这样子的事情。台积电事实上其实不止台积电，那时候台湾的晶圆厂花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把那个产能恢复，所以光是地震就是这样，更何况是这个人为造成的具有目标性跟针对性所造成的战争。所以如果台海发生战争，台积电会被摧毁，我想不见得说是厂房夷为平地的那种摧毁，但是呢，台积电会变成它的工厂无法生产。那不管这个停滞的时间是长还是短，但是它对于全球供应链所造成的经济上的冲击，这一定是显而易见的。所以这个部分我是很同意张忠谋先生的讲法的。那至于说到底台湾因为有了台积电，或者是一个这个晶片拥有这个晶片制造的这个技术，那事实上是它是保护了台湾，还是让台湾变成一块肥肉呢？那我想这要看哦，周围的这些大国，我们就挑明了讲，就是美国跟中国，他们从台湾的角色跟与台湾的互动里面，他们能够得到什么好处？当如果说双方，美国或者是中国，他们认为现在的这个现状对他们来讲，或不管是供应链的现状，或者是国际政治现实的现状，对他们来讲是伤害大于他们的成长或繁荣之后，那他们就会倾向于把这盘棋打掉，然后我们就重来。那所以某种程度上，像我们现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美国是站在赢的这一面，但是你说中国是不是就完全是输家？其实我觉得也不一定，因为的确中国是目前受到美国的制裁跟禁运，那在对于中国的晶片产业的确也有很大的影响。但是美国并没有完完全全的不让晶片出口到中国，因为即使在晶片法案以及稍后的这些制裁跟制裁行动看起来，美国事实上他只是把最高阶的不对中国出口，那他把最高阶的人才不对中国输出，那他等于是把最高阶的这些东西留在，不管是技术 know how 这些东西都留在美国可以掌控的范围里面。那但是呢，中国并不是在这整个现状里面，就是整个半导体产业的现状跟供应链的现实里面，中国并不是完完全全的受害者。事实上，中国也在即使在制裁之后，中国还是得利的一方，它还是有利益的。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，美国、台湾、中国，大家维持一种有一点微妙的平衡关系。那美国当然这方面，你可以说他是老大哥，或者是他就是老大。那他占有了很大很大的这个发言权，然后他主宰了，或者是很大程度的影响了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方向跟走向。那台湾当然台湾的角色，那中国在这里面，他还是有他获利的地方。那因为这样子的关系，所以让台湾这个台积电在台湾，不但它可以是护国神山，让中国觉得说，我一旦战争开打的话，我目前所有的东西都会回到，是用句台湾网民的话，回到石器时代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会有一段时间大家什么都没有，那这个什么都没有是一种代价。那当中国发现说，其实现状虽然对我很不利，但是也没有那么差。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，如果当中国认为是这个样子的话，那么中国去出兵打台湾的动机会比较少，因为就算说中国拿不到最新最好的晶片跟技术与人才，
但是中国在现存的现状的这个供应链体系里面，半导体供应链体系里面，它还是可以获得。那我想这样子的话，是在这里面这个不同两种不同的极端状况里面取得一个平衡。嗯